大家好，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吃肉旺财。我们现在的社会跟古代的社会，我们会发现到我们现在的社会是富裕了很多，所以呢，吃肉对我们呢来讲是非常平常的事。但是在古代，我们都知道古人其实呢他是比较贫穷的，所以吃肉可能呢都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才有的一个机会，所以在古人来讲，绝大多数啊都是呢能够吃饱，然后呢就可能啊都是呢以吃菜为主，所以从这两方面比较，你就会知道说吃肉它是呢可以旺财的。当中吃肉有两个是特别会旺财的，那就是呢牛肉还有呢羊肉，所以你八字要金水的，你就可以呢多吃点牛肉；你八字要木火的，就多吃点羊肉；你八字是要土的，这两个都可以吃。所以各位吃肉旺财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都可以吃肉，所以呢特别会是以羊肉还有牛肉为主。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有空帮老师点个赞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